五戒相经清要。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我们上一集讲到五戒相经经文，为非人做坑，非人死是终罪可悔，人死是下罪可悔，畜生死是下可悔罪。若为畜生做坑，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。若人堕死，若非人堕死，皆犯下罪可悔。若优婆塞不定，为一事作坑，诸有来者，皆令堕死。人死则犯不可悔，非人死则终罪可悔，畜生死则下罪可悔。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，是名无烟火坑沙耶。这次是讲无烟火坑。我们上一集讲到这段经文，那么这段经文，蕅益祖师签要。里面呢，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是看到这个经上讲的，一切有命不得故杀，杀者非佛弟子。我们在一般经上看到的，特别在戒经里面看到的，就是凡是有生命的众生，我们现在讲动物，再小的动物，蚊虫蚂蚁，不得故杀。这个故杀呢，就是故意呢去杀死他，这是故意的，这个叫故杀。那么故意去杀生，纵然呢这个再小的生命，如果呢故意去杀生，就不是佛弟子。佛教我们不可杀生，就是不可以故意去杀生。那么如果故意去杀生，就违背了佛陀的教诲，就不是佛的弟子了。那么这里的问题，那么他是问呢，何故今杀天龙鬼神，警觉中罪；杀畜生，警觉下罪，犹不思戒，不至堕落也。何故就是什么缘故？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到了一切有命都不得故杀。那为什么这里这个经文呢讲杀天龙鬼神，那只有结中罪呢？他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只有结中罪？杀畜生，警觉下罪。啊，他的问题呢，就是根据佛经上讲的啊，一切有命不得故杀，啊，杀者非佛弟子，啊，就不是佛弟子了啊。如果此地经文讲不可悔罪，那么他就没这个问题了。啊，不可悔罪呢，就是啊，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，那就不是佛弟子了。但是经文此地讲呢，是中罪下罪啊，可以忏悔的。啊，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，啊，不至于堕落。啊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这是啊，假设有人读到这段经文呢，起了这么一个疑问，那么祖师在此地呢，啊，也给我们做个解答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昨天呢，啊，讲到解答这一段啊，没有讲完啊。那么答啊，我们看祖师的解答：凡论施戒，须破根本四重。所谓杀人、盗五钱、邪淫、大妄语，此四重中随犯一种。绝非做法之所能忏，自如杀非人、畜生等，性罪虽重，而与为无作罪，尤为稍轻。今云中罪可悔，下罪可悔，乃是毁除为无作罪，免堕三途，非为并除性罪也。啊，这个一段的答复啊，给我们讲啊，凡是讲到施戒啊，这个论啊，就是评论啊，丧失这个戒体。啊，就是破戒了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般讲破戒呢，是有分轻重、大小不同。啊，所以讲破戒啊，讲犯戒啊。那么犯戒啊，到底他犯的这个戒？啊，严重不严重？啊，他犯到什么程度？啊，这个轻重，啊，这个有不同。啊，所以讲到犯戒，讲到破戒呢，啊，这个要用律来处断轻重，啊，以及开遮持犯了。啊，这样啊，我们对这个戒啊，才真正明白，啊，知道自己呢，啊，这个有没有丧失这个戒体，啊，那么丧失戒体呢，这个就是破戒呢最严重的了，啊，最严重的就是戒体丧失掉了，啊，所以不可悔啊，就是在做法忏来讲，就不接受忏悔了啊，那个是要用取向忏了啊，做法忏就不可以了。那么施戒呢，必须破四根本四重戒啊。那么这个根本四重戒呢，就是第一条是不杀生啊，但是他这个五戒呢，他不杀生呢，犯了根本重戒呢是杀人，啊，你受了五戒呢，你去杀死人，那这个就丧失戒体了，这个犯了根本的四重戒了。 啊，要杀人，啊，他这个上师戒体呢是定在杀人啊，对象在杀人。盗五钱就是偷盗啊，偷盗那个价值呢值5钱的，啊，只要值5钱，用盗心去偷了，那么这个就犯了重戒了，啊，就失掉戒体了。 啊，也就是上师优婆塞的资格了。啊，这个盗五钱呢，后面我们讲到这个盗戒呢，啊，这个经文上啊，啊以及注解会给我们再说明啊。这里我们就先保留啊。再来就是邪淫啊，那么这个后面经文都会讲到啊，以及大妄语。 那么这个叫四众啊，这个四众当中随犯一种啊，就是杀盗淫妄啊，你换到一种啊，就是杀人、盗五钱、邪淫、大妄语啊，你换了一种，绝非做法之所能忏啊，就是你用做法这个忏悔啊。 就不能铲除这个罪业了，所以他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可悔呢，它是以做法忏，不可忏悔，啊，必须用取向忏，啊，那么最高的用无生忏，啊，所以在这个五戒，啊，在这个。 八关斋戒，在沙弥戒、比丘戒，啊，这个小圣戒里面讲，不可悔啊，都是以做法忏做一个标准，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就是这个做法忏呢，它不可以接受忏悔了，啊，不可以接受忏悔，那么你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啊，所以叫不可悔。 那么它标准啊定在做法忏，所以祖师在此地也给我们讲啊，谁犯一种，绝非做法之所能忏了。那么这个3种忏悔呢，我们前面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，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啊。自如杀非人、畜生等性罪虽重，而以为无作罪，尤为稍轻。 那么经文讲到杀非人啊，杀非人就是诸天、修罗、鬼神啊、罗刹啊，非人就是不是人啊，人以外的啊，其他法界的众生啊，在6法界里面呢啊，人法界以外的啊，这些众生啊，这个鬼神。 就叫非人，啊，所以特别是指鬼神啊、天龙八部啊、鬼神这一类的，啊，这一类呢就是非人。那么畜生啊，畜生我们都看到了，啊，这个海陆空都有啊，飞禽走兽啊，水族类的，啊，包括蚊虫、蚂蚁。 啊，那么这些都属于畜生。啊，那么杀非人、杀畜生呢？从性罪来讲啊，虽然也是很重。啊，从性罪来讲啊，是很重的。这个性罪呢，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的，而且是很严重的。杀生是很严重的一个。 罪业的啊，不管你有没有受戒，你造了这个业呢，就是有罪了啊，有这个罪业啊，有这个果报了啊，这个不是有没有受戒的问题了啊。性罪就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啊，你学不学佛啊，有没有受戒啊，信仰哪一个宗教啊，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，你只要造了这个罪，那么一定有果报了啊。所以这个叫性罪啊，这叫性罪。所以这个示众呢，没有受戒的人犯了，他有性罪。那么受了戒的人呢，除了这个性罪之外呢，再加了一个破戒罪，啊，就受戒的人呢，犯了这个罪业啊，是两重的罪过，啊，两重的罪过。啊，因此呢，堕落呢，那比一般没有受戒堕落的要深了，啊，因为加一个破戒罪嘛，啊，因为他性罪本身就是有罪了嘛，啊，那没有受戒的人呢，啊，他就是本身这个性罪，啊，他没有破戒这个罪，那么受了戒的人呢？除了性罪之外呢，再加上一个破戒罪，啊，等于两重罪了。那么此地讲这个啊忏悔啊，它不是论性罪的，啊，不是论性罪啊，论这个受戒犯戒这个罪过。那么杀非人、杀畜生，啊，性罪很重，啊，而以为无作罪，尤为稍轻。啊，无作罪呢，就是我们受三规五戒呢，得到了这个戒体，啊，这个戒体呢叫做无作戒体。啊，所谓无作戒体呢，就是任运的。啊，他不会去犯这个罪过了啊，不会去犯杀盗淫妄这个重罪了。那如果故意去犯呢，那就是破了重戒了。啊，故意去犯这个示众罪啊，啊，那么这个就丧失戒体。那么此地讲杀非人、杀畜生。啊，他在这个无作罪来讲啊，那比性罪呢要轻了。啊，他是就这个无作戒体这个结罪啊来判定的。啊，因为他不是杀人啊，他是杀非人、杀畜生，所以在这个无作戒体来讲啊，这个罪呢比较轻。所以今云中罪可悔，下罪可悔，乃是毁除为无作罪。啊，今就是现在经文讲的啊，这个啊杀非人、杀畜生是中罪可悔，下罪可悔啊，这个是忏悔、消除啊违背无作罪这个业。这个可以忏悔的啊，那么忏悔之后呢，就免堕三途啊，就不需要堕到三恶道去了啊，不会堕到三恶道。非谓并除性罪也。那么你可以忏除，比如说杀非人、杀畜生，这个可以忏悔，那忏悔就不会堕三恶道了，这个可以避免。啊，你受了戒，那么犯了这个中罪可悔、下罪可悔啊，那么你去忏除改过了啊，这个可以避免三恶道的果报。那么非谓并除性罪啊，它不是说你那个性罪就也消除了啊，那个性罪是没有消除的。那个性罪是什么呢？就是冤冤相报了。啊，欠命还命，欠钱还钱了。啊，那你骗人就被人骗了，就是报来报去，业报仇偿，这个是性罪，就是因果。啊，这个是因果是无法避免的。啊，所谓下面讲啊，杀一命者必偿一命，故杀者故当故偿，误杀者亦须误偿。纵令不受戒者，亦必有罪。你杀一个生命，那你就必须要偿还一条命了。啊，你杀他一刀呢，将来还是要还他一刀。啊，那你怎么杀的呢？将来就怎么还。啊，故意杀呢，那将来会因缘聚会了，果报现前呢，啊，碰到了啊，那么也会被这个冤家债主啊。他故意给你杀死，啊，因为以前呢，你故意杀死他，啊，现在被他碰到了，啊，现在呢，他要报仇了，啊，他也故意杀死你，啊，所以故杀者故当故偿，啊，故意杀生的人呢，固然啊，应当啊，故偿啊，就是人家也会故意杀死你。那么误杀者亦须误偿，误杀就是不是有心去杀他的，但是还是有果报。啊，你误杀，那将来误杀别人了，啊，比如说有人去杀人，那杀错人了，那误杀的，那不是要杀他呢，那看错人了，杀死人了，啊，这个在现在这个啊社会新闻啊也时有所闻。啊，误杀了。那么误杀呢？啊，不是没有果报啊！啊，将来呢，因缘聚会了，还是会被对方误杀。所以这个因果明了之后啊，在《了凡四训》讲啊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啊，所谓一刀还一刀，一命还一命，啊，谁都占不了便宜。吃他半斤呢，还他8两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佛大慈大悲啊，给我们说出了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教我们啊，去避免啊这个杀来杀去，吃来吃去。啊，互相报偿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。那么，这个是佛大慈大悲呢，啊，给我们讲出这个因果的事实，啊，让我们明白了，啊，从此之后呢，戒除杀生，啊，不要再跟众生结冤仇了。啊，这样才能得到解脱啊！下面讲纵令不受戒者，亦必有罪啊！就是纵然你没有受戒呢，那你去杀生呢，还是有罪啊！啊，这个罪就是性罪，但是他没有受戒呢，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。那受了戒的人呢，那加一个破戒罪。所以这个不受戒呢，啊，你犯了这个四重啊，还是有罪啊。故大佛顶经云：“如于中间杀彼生命，或食其肉，如是乃至经微尘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转轮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那么这一段是祖师啊给我们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的一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，如于中间杀彼生灭，或食其肉，如是乃至精微尘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转轮，互为高下。 无有休息，这段经文很明显了啊！这就是什么呢？杀生吃肉是什么一个情况呢？互相轮回了啊，互相吃啊，你吃我，我吃你啊！现在我们吃猪肉、吃牛肉、吃羊肉啊，吃这个鸡鸭鱼肉很好吃。 那以前他吃过我们，啊，以前呢，我们也堕到这个畜生道，啊，做这些畜生，啊，给现在呢都在畜生道了这些众生呢，他们给我们吃。那么他们造了杀生的业了啊，那业报现前了，那换他们又堕到三恶道了。那我们这个在三恶道罪报受满，我们到人道来了。 好，现在被我碰到了啊！现在换我们再吃它。那现在换我们吃它呢？哦，我们现在又开始造罪业了啊！我们罪业呢，哦，造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又堕三恶道了，啊，到畜生道去了啊！那些畜生呢，他的业报受满了，债偿完了，他又到人间来了。那换我们到畜生道去啊，做这些鸡鸭鱼肉了。 啊，那又换他吃我们啊！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啊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吃得很痛快啊，将来呢被他吃就不痛快了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相食相诛，精微尘劫，无量劫来就是吃来吃去的啊，真的是吃他半斤，还他八两。 啊，谁都占不了便宜，啊，犹如转轮呐，啊，好像那个轮呐、啊，互为高下，啊，一下呢，我们到人道来，我们再上啊，那吃我们的那些人呢，他又堕到畜生道去了，啊，下一次呢，换他起来了啊，他到人道了，那我们到畜生道去了啊，被他吃了，啊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 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所以下面祖师给我们讲：佛治杀戒，良有于此啊！受持不犯，便可永断轮回；设复偶犯，自心忏悔，永不复造，亦可免堕三途。故名中可悔，下可悔耳。设不念佛，求生净土。 何有永脱愁肠之苦哉？那么祖师这段话呢，给我们讲佛治这个不杀生这条戒呢，良由于此啊，这个良由就是它的缘由啊，由于啊这个原因啊，看到众生呢、啊，就是。 杀来杀去，吃来吃去，啊，没完没了，啊，永远得不到解脱。所以佛治这条戒不可以杀生，啊，那么你受持不犯，便可永断轮回，啊，因为被杀被吃是果报嘛。 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你也杀人，你也杀众生，你也吃他嘛。啊，因就是你造这个业嘛。啊，那么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想不要这个果报了，那你把这个因断掉就好了嘛，那后面就没有果报，就到此为止了。所以劝我们受这个不杀生这个戒，就是啊，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，不再造这个业了。啊，以后就没有这个果报了。这样啊，便可以永远断除六道轮回的业因啦。所以受戒啊，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。如果你不受戒，不持这个戒，那你永远都在六道出不去啊，永远就是杀来杀去的，吃来吃去的。 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怜了。摄护偶患，自心忏悔。啊，那么受了这个戒呢，如果偶然呐、啊，又犯了这个错了，犯了这个杀生了，那么自心呢、啊，赶快忏悔。啊，忏悔就是改过了，不再造了。啊，永不复造。 啊，这句话呢，我们要注意。啊，自心忏悔就是永不复造，就永远啊，不再造这个杀生之业了。啊，永远不再造了。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心忏悔。啊，如果呢，在佛前呢、啊，忏了悔啊。 照样去杀生，那这个不是自心忏悔啊，也不是真正的忏悔啊。真正忏悔的意义呢，就是改过来，把这个错误的行为啊，给他改过来啊，永远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啊，这样才有用啊。所以这个忏悔记呢。 那不是念一念就忏悔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可以忏悔的啊，就是中可悔，下可悔。那么最后一句话呢，祖师给我们讲啊：设不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？这句话是总结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 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，我们学佛已经很长时间了啊，这个生生世世啊，这个学佛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能够深入经教，那绝对不是一生两生学佛的。 啊，最少也是百生千生了，啊，甚至时间更长啊，啊，算劫的了，啊，如果照《无量寿经》讲啊，无量劫了啊。那么在六道生死轮回里面修行啊，这个要得到解脱。 相当不容易。那么不容易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。如果你福报修得大，你升到天道去了，啊，升到天道去呢，享受福报呢，他就不会想修行了啊，因为他生活得很快乐，无忧无虑的。 啊，他不想修行。如果堕到三恶道去呢，那太苦了，啊，也没有心情修行。啊，而且呢，堕到三恶道时间都很长的，啊，都是算劫的。那么最好修行的地方就是人道。 啊，在六道里面呢，人法界呢是最好修行的。啊，也有苦，啊，也有乐，啊，半苦半乐。啊，苦呢就是没有苦到像三恶道那么苦。啊，还有一些时间啊、心情啊，让我们来修行。啊，那么快乐呢，也没有像天人那么快乐啊，都没有忧苦啊。人间呢、啊，有一些苦，对修行来讲啊，是一个提醒啊，一个提醒。所以六道里面呢、啊，这个人道法界呢，就像小康家庭啊，它不是一贫如洗，穷的什么都没有。 那也不是大富大贵，啊，是小康家庭。那么这样的环境呢，是最好修行的。啊，但是在人道来讲啊，我们每一个法界呢都有十法界啊。你看人道来讲呢、啊，有的人大富大贵，他过去生也是修行人，啊，他不是修行人呢、啊，他肯定。 不可能这一生得这么大的福报，啊，做大官发大财的。那我们就在人道法界来讲啊，现在做大官发大财，他拼命赚钱，追求名利。你劝他来学佛，劝他来听经，劝他来念佛，他肯来吗？有几个人要来？啊，有几个人他正在得意的时候，他想到要修行。 啊、想到要求解脱呢，难呐、啊。所以42章经佛也给我们讲，富贵学道难。那有的人呢，他都穷的3餐都吃不饱了，你叫他来听经来念佛，他有心情吗？所以42章经也讲，贫穷学道难啊。 啊，那么同样在人道法界呢，啊，六道法界里面啊，人道法界是小康家，就是小康的。那么在人道里面呢，啊，这个也不是很富有啊，也不是很贫穷啊，人道这个小康的这个人呐、啊，那比较容易修行。 啊，就像现在诸位同学呢，愿意上网啊来学佛，啊，这个就是属于小康的。啊，但是在人道，啊，可以修行，已经发心来修行了。啊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久？ 还没有脱离六道呢，啊，不要说成佛了，整个阿罗汉都还没有。这个原因啊，就是时间不够，主要一个时间不够啊，因为我们人道的寿命呢都不长啊。你看人一生啊，几十年。 啊，寿命比较长的呢，啊，活个100岁，这个很少了，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人生70古来稀呀，啊，一个人活到70岁呢，自古以来就很稀有了，就很难得了，啊，70以上呢就算老人了，啊，一个人活到70岁呢死了，啊，就算老了。 啊，那么70岁啊，纵然100岁也不过100年嘛。那么这个100年当中呢，啊，你想想，你扣掉这个童年，啊，那么还有这个啊，你要工作，啊，还要吃饭睡觉，啊，我们仔细算一算呢、啊，我们剩下来有多少时间呢，来学佛修行呢？ 啊，实在讲啊，这个时间，我们计算一下，统计一下了。我们人的一生啊，这个时间啊，你给他安排一下，啊，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呢、啊，不多啊。啊，纵然呢，你一生下来就开始修行啊，那你活到100岁，那也不过修100年嘛，也不过100年。那何况我们不可能就一生下来就在修行，那也不见得活到100岁，这个时间呢很短暂的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素，时间不够，就是寿命太短。那么你这一生修行没有正果啊，没有超越轮回呢，那还是在六道，还是在六道。那么在六道里面呢，我们这一生修了，死了啊，那修的如果不错啊，来生投胎再来做人，那这个当中有隔音之谜，隔音之谜。你又把前生这个修行的事情呢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如果这一生修得不错呢，来生呢你就得富贵啦，啊，换你去享受啦，啊，你享受的时候还会想来，吃斋念佛吗？啊，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你看那个做大官啊、发大财的人，你去请他来吃斋念佛，看他肯不肯来。啊，你请他在网络上啊听经听个5分钟，看他坐得住坐不住。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发现了，难了，真难了啊！人一富贵呢，他就忘记修行了啊。这是讲隔音之谜。那甚至我们还不要讲说来生来世了，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学佛，啊，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，啊，刚开始出家呢，名不见经传，啊，那个时候呢很有道心，啊，要修行要了生死，啊，后来呢这个名闻利养来了，不要等到来生来世了，这一生。就几年的时间呢，就迷惑颠倒了，啊，他就贪恋这个名闻利养了，啊，贪恋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了，啊，不需要等到来生来世啊，啊，这一生就是几年的时间，10几年的时间，20几年的时间呢，就迷了。啊，所以莲池大师在《竹窗随笔》讲啊，富贵留恋人呐，啊，富贵留恋人，啊，他就说有一个法师啊，啊，有20几个供养他的信徒，啊，他这20几个信徒他放不下啊，富贵留恋人，啊，这样啊就。往生不了西方了啊！留恋这个世界，舍不得走了啊！那么你再投胎啊，那么迷得就更深了啊！甚至再堕到三恶道去，不晓得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啊！如果我们修行生生世世都不退转啊，那我们早就成佛了啊！就是呢，进一步呢，退了9步。啊，因此呢，我们修了无量劫呢，到今天还是凡夫。啊，这是在六道里面修行呢，难。啊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里面修行呢，成就很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环境不好，寿命太短，时间不够，啊，诱惑太多。啊，都是呢，引诱我们起这个烦恼的、贪嗔痴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怎么修呢？都是凡夫，啊，所以佛大慈大悲呢，看到这个众生啊，啊，这个很难从这个娑婆世界呢得到解脱，啊，所以开一个净土法门。劝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啊，这个法门的特色呢，就是它可以带业往生，啊，不需要断烦恼，啊，你只要呢这个娑婆世界你真放得下，烦恼种子没断，啊，你只要念佛呢，把这个烦恼习气呢能够暂时给它控制住，这样信愿念佛呢，就可以带业往生，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还是人天的生活，因为没有正果嘛，啊，你还没有断烦恼。那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呢，还是人天的生活。啊，那么人天呢，还是属于六道。啊，在所有诸佛世界里面呢，还是在六道里面。啊，但是呢，你信愿念佛啊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，他这个人天道呢，他没有三恶道啊，他那里没有六道轮回啊，他这个四土啊在一起的，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常寂光净土，他是没有障碍的啊，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呢，这个。上面呢对下面没有障碍，但是你下面的呢跟上面就有障碍了。啊，那么这个祖师在此地也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啊，设不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如果我们这生遇到净土法门呢，啊，你不发愿念佛求生净土。何由永脱愁肠之苦灾呢？何由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啊，永远摆脱啊这个杀生啊冤冤相报这个痛苦啊，只要因缘遇到了啊，那就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因此呢，这个求生净土啊，啊，还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，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如果不求生净土，这一生虽然你戒持得很好，那来生又忘记了，啊，忘记呢享受福报啊，又迷惑颠倒了，又开始造业了。那这样啊，永远在六道了，都不能脱离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，下面这个弘一大师呢啊。也有一些补充解释啊，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呐，啊，我们给他念一念啊。这个补啊，啊，文云若口说啊，大力作；若心念，若口说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经文啊，有讲到呢，若口说啊，若优婆塞口说啊，他做这个坑啊啊，要害死某某人的啊，这个是口说啊，他从他的嘴巴说出来了啊。那么在大律，大律就是四分律、比丘戒律啊，他是讲啊，若心念，若口说。啊，若心念就是若假若啊，他心里有这个念头啊，他做这个就是要杀人的啊，那不一定他口说出来啊。那么若口说就是口说出来了啊，他心里有这个念头了，那他口中也讲出来了，那么这个都是算这个。哦，这条戒的啊，那么下面呢啊，再给我们补充解释。那么这个他要写第几页第几行以下呢？这个我们看看前面经文啊就知道了啊。这里我们就大家可以自己看啊。特别我们在荧幕上啊，这个都有字幕啊。大利伪辩头多沙乃至波沙，律闻甚缓，今入其概。头多沙者有二种，一则地，二则木。地头多者，若作坑埋人脚踝等，令象等触踏；木头多者，穿木作孔，若行人脚丑手枷锁枷颈令象等触踏；降沙者，知世人从此道来。于中、于树等施降，全沙则施权，波沙则施基波，亦如是。啊，这是用这个大律啊，这个大律就是以四分律呢来补充解释这一段经文啊，补充解释啊，这个叫补啊，这是弘一大师呢他的补充的啊。根据这个大律来补充的。那么大律里面呢，讲到这个头多沙乃至波沙呢，它这个律文呢，很繁琐啊，非常繁琐啊，也非常细。那么今入其概啊，概就是因为很繁琐呢，啊，也不方便啊，全部把它摘录出来。啊，所以只有录它的大概，啊，头多沙则有二种，啊，这个头多沙，一个是地，一个是木，啊，地头多则呢，啊，地就是这个土地啊，啊，做那个坑，啊，就是前面经文讲的，做这个无烟火坑，啊，做这个坑，啊，在地里面呢，挖一个坑。啊，那么让人呢，不知道呢，去踩就掉下去，或者呢给人活埋，啊，掉下去就给他活埋了，啊，或者呢埋人的脚踝等，啊，埋到他的脚、他的踝，啊，给他埋在那里，啊，那么这个是啊要害死人的，啊，害死人的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地啊。或者呢，令象等触踏啊，象等就是一些畜生设的这些陷阱啊，让他去踩，那踩下去他就掉下去了啊。这是讲地，木头多者穿木作孔，若行人脚扭手加颈啊，这个行啊，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刑具。啊，这个横木一条木头啊，横的，加在人身上的，啊，类似啊枷锁那一类的，啊，这个用木头啊穿很多个孔，啊，穿孔，啊，像古时候这个带这个枷了啊，就是它那个两个木片穿那个孔。啊，加在人的身上。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一些陷阱啊，让这个象等啊，象等就是畜生去触踏，去踩到那个机关啊，那么就可以杀死这个众生了。啊，降沙者，知世人从此道来，啊，于中、于树等施降啊，这个都是古时候这种杀人的方式啊。我们现在讲啊，安的机关了啊。那么前沙施前，波沙则施基波啊，这些都是杀生的方式啊。那么这些呢？我们明白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，因为现代呢，啊，这些古时候啊杀人的这些机关工具啊也都失传了。那么我们明白呢，它的这个原则性就可以啊，凡是呢设机关啊，现代这种那比以前呐、啊，那就更多了啊。现在科技发达啊，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种杀生的方式啊。那么也是根据呢，他这个情节的轻重啊，来定这个罪啊是可毁或者不可毁啊。那么我们啊还有几分钟啊啊，这里广化老法师呢也提到一个公案啊，我们讲到误杀啊，说误杀呢，过去梁武帝呢有一次啊，这个跟人家下棋啊，下那个围棋。啊，这个梁武帝呢下围棋，这个下围棋呢，有时候呢他嘴巴会讲出来啊，杀啊，就是把对方那个棋子呢给他围杀啊。那刚好有一个出家人来访问，刚好走进来啊，那梁武帝讲杀啊，他以为要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啊，结果这个卫士啊就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了。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也是一个得道高僧，就像安世高一样。啊，他知道呢，他到中国来了，啊，长命在的呀，也是被人家误杀的，啊，所以临死前呢、啊，这个出家人啊，就给这个卫士讲啊，啊，就是皇帝如果问起你们这个事情啊，你们就回答他啊，他就过去世的时候呢，啊，我还是一个小沙弥，啊，有一次呢，听师公讲经呢，去帮忙拿席杖。啊，那么在玩那只席杖，啊，玩了不小心呢，压死了地上一只来听经的蚯蚓，啊，那只蚯蚓啊，就是梁武帝的前身，啊，因为有这个误杀的因啊，所以必须偿还这个误杀的果报啊。后来梁武帝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，哎，那怎么说某某人要来，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了？下面的人呢、啊，才跟他报告这个事情，啊，他一问之下呢，才知道是这么一桩事情，啊，所以就感到这个因果报应啊，真的丝毫不爽，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，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因果啊，啊，这个公案啊，啊，我们。啊，可以提出来啊，给诸位同学呢，啊，做一个佐证。啊，这个因果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。那经典讲的这个理论，啊，来对照这个事实，啊，那么我们就明白呢，经上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毗陀罗杀啊这段经文，下一集再跟大家来学习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